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节目。清朝末年，沙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夺取了中国大片领土，随后又把目光伸向中国西北边疆。1864年，沙俄又侵占了中国西部领土44万多平方公里，并妄图吞并整个新疆。1865年，侵略者阿古柏率军侵入新疆，建立反动政权。1871年，沙俄出兵占领伊犁地区，此时新疆面临着被吞并的危险。左宗棠积极推动清政府收回伊犁，并且率领湘军行军数千里，平定内乱，收复新疆。为了保卫国家领土完整，左宗棠认为边界必须设防。于是1877年，100多清军敢死队员带着物资，历经艰险来到了塞图拉，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与帮助下，建立起了塞图拉哨所。塞图拉哨所占据了重要的军事地位，此处可直接通往印度，是古代丝绸之路重要关卡，占领此地可窥探南疆内地。70多年后，新中国成立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师第15团特务连进驻塞图拉，但是他们惊奇地发现，此时的塞图拉哨所还驻扎着一个班的国军战士，还在默默地守护着我国的边境。因为这里消息不通，对外面的消息浑然不觉。当时守卫的国军战士以为国军换防的来了，哭喊着埋怨，怎么才来，怎么又换装了。看着一身破烂的国军，解放军战士流下了眼泪。这让人哭笑不得的话语背后，其实是一段真实的历史传奇。现在经过塞图拉哨所遗迹，还可以隐约地看见不远处的山上有着尸体在那里伫立着。正是因为这些人替我们挡住了黑暗，才有我们现在安稳无忧的生活。这就是我们的魂，属于我们的中国军魂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。